树德加上乐舞伎队的表演之后，哇，这支亮丽的太阳神的女儿要登场了。现在呢，正缓缓的要走到我们的整个大操场的中央，要为大家献上精彩的表演。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来自台北市景美女中乐仪七队。1996年的时候增加了旗队，让景美女中乐仪旗队的阵容更加坚强。是的，在悠扬的音乐还有寂静且柔的旗舞当中，配上一对整齐划一的枪法，充分展现出太阳神女儿的英姿及光芒。好，今天呢，景美女中同样是带来多首非常经典的曲子，要跟所有的乐迷朋友一起来分享。我们的亲友们，加油！加油！是我们的啦啦队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气势非常的坚强。好，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景美女中。掌声鼓励！他们真的非常的帅气。真的非常帅气的撇刀的动作，热情掌声。